阿松，哎，来罗勇，好，坐到啊，安心啊。嗯，冇办法啦，也重大东西啊。今年你几岁啊？我今年六十六。六十六啊？啊，身体好吗？可是啊。啊，你之前去当过兵是吧？是啊，1977年哦。1977年。嗯。俺是去当乜嘅兵啊？有他们，我之前他们不是阿先部队在陆军啊。阿天是你有冇去参过战哦？有啊。1979年2月啊，那你当时是老赖的打呀？老赖人啊，还真的是讲老赖人哦，热心派咯，英雄伊啊，边个有村民啊，伊另外抢我杀杀啦吼，又跑打我买地雷啊，啊，最难冒天的这那条啊，万炮齐防啊嘛吼，万炮齐防，嗯，上起来就场面，上起来场面，今仔日也较彪人看咯。嗱，一片八乡个人咧，就喺阿啲阿只蜀中嘅咯，中央站地啊有30几秒。其实咧，乡嘅条好人好事还有太巴哈。我希望大家以后也爱多多支持阿啲退伍军人创业，也希望阿啲嘅条老兵啊，能够得到更多人嘅关注。